是咱的这个开始吗？你像咱的七爷、八爷啦，吼，咱的大爷、甲二爷，吼，来开着这个四门啊，吼。来，紧摕着扳杯，这两个哦，叫做三爷跟六爷。好，阿拉今要做的这个动作叫做小对角，好，这个小对角。这个小对角呢，就是表示着咱的气啊、甲肺啊，两个兄弟啊的感情非常好啦，吼，非常好。阿咧搞小吹，咧搞小强的这个活动，是吼。阿咱来看一般的百家将吼，他无法度看着咱用舞蹈方式去呈现啊，吼。